天假期，我们的手账店已经爆满了，超多的小可爱来店里挑选手账用品哦。说实话，我都已经找不到自己站的位置了。谢谢宝贝们的光顾呀！今天员工们全放假了，大桃在上面收银，我一个人在上面打包发货，还好有轩轩和舒心帮我配货。这两位小童工可真是太能干了，还说打算暑假来我们这里打工了。现在配货啥的已经非常熟练了，有空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聊天，一起吃零食吃辣条，大家都在帮我努力的减分中，我可能是全网最幸福的手账博主了吧，欢迎大家有时间来玩哦。大家期中考试考完了吗？我们这边今天期中考了，这两位小仙女考试完想放松一下，跑到店里来购物玩了，选了一些咕卡贴纸还有咕卡的小本本，因为家长答应他们可以在我们店里多玩一会儿，所以买完就在店里现场做起来了。这个小本本里面可以收纳好多小卡，你们也可以放上自己喜欢的爱豆卡片哦。然后小仙女选择是用气泡打底，稍微装饰一下就很好看了，里面还有其他的内页款式可以选择。我们三个人一块做了半个多小时，这也太快乐了吧，给你们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做手账咕卡都是我们的解压方式，祝屏幕前的宝贝们考试顺利，每门科目100分呀。快看看巧巧的手账店集齐了全国各地的小仙女们呀，跟大家聊天太愉快了。这位小仙女是从大连专门来店里采购的，听说是先从大连坐轮船到山东，然后再从山东开车到合肥来啊，一路真的辛苦了，选了满满的三大袋子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小仙女挑的正品自选，超级开心哦。楼下大家选购的热火朝天，给你们看看楼上的状况，这么多美女们在帮我发货配货呀，因为今天的订单特别多，给大家都急死了，里里外外的帮着我忙活，来体验在手账店打工的一天呀。谢谢小仙女们的热爱，希望你们能在这里都能获得快乐呀。你把我快递给弄坏了，舒心今天变成小偷，把我的一包快递全偷走了。不要看他年龄不大，人家力气倒是不小。再看看楼下小伙伴们在热火朝天的帮我直播呀，我这小店现在全都要靠你们经营了，大家看我不会直播操作，直接拿起手机就开始了呀，这专业程度我都要拜师了。因为礼拜天店里比较忙，没有来得及拍手账教程，今天来瞅瞅一位仙女的手账翻翻看吧。咱一看这风格就是特别的小清新啊，我感觉她应该是那种超爱干净的小女生，手账做得整整齐齐的，正好这本都没有写字，大家可以一起参考一下她的手账排版哦，有喜欢的也可以截图保存呀，内容超丰富的，各大社团的招待排版全都有，整个爱住了。小仙女还带了一本自己的卡册，咱就在一起悄咪咪的翻一翻，虽然我不太懂这都是啥卡，但是感觉应该花了很多 money 的样子，有了解的宝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切都值多少，款式非常的多，都好好看哦。你们平时也都喜欢集卡吗？